了伊藤逛两个小时街，终于挺下班，然后我们就去北边啦。I'm working。我在探班，我给这个人带了喝的，他居然没看见。谢谢。不会吗？啊，你去了这家店？对呀、啊，我还排了好久。下班了，我们今天要去 Wonderland Halloween Hunt。有个人还没有去，已经吓得要死。他说我在害怕的时候会站在那里不动的。人家说拖我都不走，那个鬼 move move， 鬼说走不走啊 ？Move ahead。我们现在准备去 Wonderland， 在路上先找了一个麦当劳，有沃尔玛。我们20到25岁年龄组喝冷饮，25到30岁。香。以后不能相信你这个表情了，你吃麦当劳都这个表情。麦当劳怎么不好吃？那么多连锁店。听不懂。好冷啊！我们现在到了，要准备过马穿马路去。走在路。有个瘸子来看鬼，那是过山车的鬼叫，你不要害怕。我们在排队，好多人，但是想给大家看一下后面这个精彩的帽子。哪里啊？上课、哦、小朋友已经被吓了。好专业！阿波，我屌你啊！不要这样，我这我眼泪都快飙出来了。一口给抓住了。好厉害！这是在哭。We gotta come together。哦，我们是不是进了鬼街？我们能不能跑啊？太好笑了！我要被鬼追，我们走错路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次，然后鬼就一直追着胡月，说 You are back。对，让时间跟着追。重新来过。还行。哎呀，我就围着孟凯转圈圈，他还不走。他刚才说你怎么还害怕？以为还要自己吓自己，还浪费精力。哦，他又找到他了，他又找到他，谁？要谁 back？ 谁 back？ Get her！ 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是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冲过去，直喷这个光。你真的都不错，你这，你这是银色的 zipper， 一个是黑色的 zipper。我在路上，也不用那么近。可不可以迅速切换一下，来一个照片？他们前面三个人走得太快了，然后想要等我们后面的两个人，被那个鬼喊了一声 move。
而且他又矮又要就是仰着头，他要追着你们说走了，别在这里左手左甩，没有什么气势。我们今天要坐不坐最后一个过山车？要。龙活龙，我手都湿了。坐个屁！看，我代表人已经讲话了。坐个屁！我们都已经出门了，所有的鬼看见胡月还要追着他下，追着他。I like you。孟凯的衣服可能已经被我扯坏了。以为鬼都下班，结果鬼全在大门口等着。最后那个人看着我，我跟他说 overtime， 他不知道说啥，他还是他一直盯着我们看，人家还很敬业，他还在剧情里面啊，他下班不能跟你闲聊，他在看表，哎呀，还没到十二点 ，2 minutes later 可以跟你一起回家，以为要散了，我们来吃烧烤了，这里没有那些华伦哥什么的。Hello， 我们现在今天早上有这边，我们要去先吃东西。我们先去吃个我们先去吃个然后再去买菜做晚饭。好，你看成功人士的眼睛瞪大。我们现在在迎击长春顶位，然后有三张牌，他们现在听到三张牌已经就像之前三十张牌，还蛮多的。好小一家，三张牌杀杀谁啦？三分钟啦。刚第一道菜是咖喱鸡，第二道菜是手撕包菜，要包菜。要熟，我知道我也点了。OK， 可以了。下一个，我看这个牛不牛逼？冰镇我。OK， continue。来了。仲有一个鱼皮饺，系咪鱼皮饺？鱼皮饺，牛肉肠、牛肉肠、鸳鸯肠、肉片肠、艇仔粥。鱼片饺、牛力粟、两个奶茶，叮，食得。我们现在吃完一记肠粉，吃完就忘了。吃完一记之后，现在马上下一站来买菜。买晚餐的东西，晚餐吗？一天都活在做饭。晚餐六个人呢。OK， 来买我的胖胖。胖胖是那个吗？就是中间有芝士的那个鱼丸，阿宝每次都要买。哇！你有看到隔壁小朋友对你艳羡的眼神？他妈妈不让他买，我们不用妈妈管。你很会挑啊，宝贝，你挑的都是我想买的，我还不是从你那里培训出来的。赏风，我们现在回了家，把菜放到家里之后，我们两个就出来散步了，留他们两个在家哭。他们两个在家看电影，我们两个要出去散步赏风。我们今天发现了多伦多赏风景点 Golden Wood 快船，你看曝光了我家的地址。这风是不是有一点大？还没赏到风，先被风吹到个好花花香。不如回去拿一个外套。OK， 来 ，Let's turn around。穿上了外套，今天又是阿黑和阿白组合 ，Let's go again。我这件衣服超级绒，然后昨天去上班的时候，我同事就看着我的衣服说很舒服，然后我一上班就 touch me。然后昨天在 Wonderland 的时候排队，我觉得你好变态。你整天还在视频里面表现出你很变态。然后昨天在 Wonderland 排队的时候，后面有一个高中生的小男生，然后把手就放在我的帽子里，然后就摸了一下，跟他的女生朋友说 That is so soft。 他女生朋友说 Don't do that。 然后他又摸了一次说 But it's really soft。门口这个红的嘞，红吧，哎呀，真的是，
怎么会有人荡秋千一直在鬼叫？这个可以自己控制吗？我已经感觉到快失重了。哇！那边的两个宝宝就可以自己走，不用人扶我。周月婷听到刚那个奶奶说他们六个月 ，I don't believe it。我妈说我一个一岁半才可以独立行走，你们不差咁多，差一厘。我就是刚刚听到他们奶奶说他六个月了吗？人家可以被扶着走。这小孩六个月自己也跑来跑去，而且还会说话。我刚刚上网查了，六个月喜欢走路是你太垃圾了。OK OK 可以。好，我们现在走吧。等一下，现在我好多，有一点摆不下。我们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没有我的脸，现在只有你的脸，只能顾到一个人。美丽俏姑娘，是我不要这样子的抬头。Fuck you， 好 Q 恶心。我们的花菜牛仔骨也腌完了，然后这个要蒜香骨要拿去炸，那两个是咖喱鸡的朋友，然后还有手撕包菜，它蘑菇酿肉 almost ready。不是，即使你喝了，我也有点想录。反正二十下也不能。仰角45，不能让眼泪流下来。明天要上班了。明天要上班。Let's take a walk。我好撑。OK， 你看这些。卡上忘吃啥了？徐和微微，微微也吃啥了？还有一个在厕所里，还有一个勤劳的洗碗工，来自中国城。说了很专业，专业不聊天了，工作时间不乱讲话，甚至不抬头。